如果这辈子都这个样子，那要不要干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嘛。我叫杜元一，是个收音师。你这个吼是身心症导致的失明啊，我开这个药给你吃，但要多休息哦。通常这样都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喂，我拿吧。OK OK。哎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哎呀，你可以啦，没问题啦。那如果这次又有什么问题发生，不干我的事哦。走吧。我们上次一起拍片是多久以前啊？4年前？5年前？这么久？嗯。以后还拍片吗？视力恢复以后，应该会吧。那如果恢复不了呢？
少年，你在创啥？我在拍纪录片啊。拍纪录片。啊，迄外口是恁朋友啊？哎呀，我囡仔伴啊，无听诶。是哦、喔，啊，伊、啊、是看无哦。哎呀，啊，就最近发生一件代志啊。哦，啊，伊看无，佫会使帮你拍者哦。会咯，伊足厉害诶，莫讲安尼。好，差不多就这。前面现在有个坐的地方。我先上船去拍一下素材，你在这边帮我录一下港片的声音。好。看你瞎了是不是啊？啊，哪一个收音师像你一样白痴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明明知道这支片对我很重要，你还这样子，你他妈现在是在搞我是不是？OK 啊，补拍补的差不多了，今天真谢谢你啊！你要不要听一下？好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听你录的声音，就觉得比其他收音就让我觉得安心。你看，就算现在这样，你还是一样录得很好。因为我出包过。我突然想去个地方，你陪我去一下好不好？前几天啊，
我突然梦见我们小时候一起来玩的那天。我没有想到那个录音机你还留着。前几天在家里面找到的。我们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讲要一直一起拍片的。阿杜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就那一次啊，我不应该那么冲啊，跟你吵架。有哪个白痴收音师会没事把自己的那个记忆卡不小心封掉啊？哎呀，反正后来后期那场有做回来了，其实真的没有影响到那么大。你眼前的黑都不是黑啊！你知道你今天收出来的声音比之前的更细致、更厉害了吗？一直以来好像都是你在帮我，我觉得也该是时候我替你做点什么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你听听看。这样声音可以吗？好，元英哥，我们开始录音哦。我叫杜元一，是个收音师。